出入于桃园市某学校，参加某社团主办之职前训练课程，专案小组睡前晚查器，于盘查过程中全程借故至四楼教室拿取书籍等物品，于四楼走廊图夺门跳窗，当场坠楼，专案小组立即通知119救护车到场抢救，宣告不治死亡。有关全嫌畏罪跳楼及涉及刑案部分，已分别报请桃园地检检察官相验及基隆地检检察官指挥侦办，本分局会全力配合地检署侦办。